手，不知念我平，今犯欲作拜桥赋，换牙手。日有弯下，天涯孤客正难渡，丈夫有泪不我轻叹，只因我有道山，一时愤恨，拔剑杀死高家奸信儿子，多蒙柴大官人怎安施行一封前往梁山。不是不敢行走之人的祸，你而人心呀，实在心明月朗，以啥事不安于人民，山路崎岖江南怎生行走，哎呀岂止看起面活动动，像是人家村庄待俺登上天南去，我倒是人家村庄原来是座孤儿庙，看那门儿半掩半开，待俺掩身而人进，火夜之间人不吃是活神神神神啊神神，保佑弟子临门恨，保佑弟子林冲一路无灾无难，早到梁山，解得兵来，报得深仇，
重修庙宇，塑化金身。身体困倦，不免深安前打一顿水，起来再饮行。一觉放开心定稳，梦魂千里到鸳鸯台。睡去，既有金枪手徐林带领官兵500追至黄河渡口，那难神经，此时不走尽等何时？拜谢神圣，开了庙我们甩开大步直奔梁山走走引。Yeah.
江南林冲在那八十万军中曾为禁军教头，真那土犯是哪家？
一石梁山，待俺三丈。